你好，我叫严有为，我是八年级，这是我的韩语报告。我家有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我有爷爷奶奶和外婆，我也有2只狗。我的头发是红色的，我的眼睛是圆圆的，我的嘴巴、鼻子和耳朵不大不小。在香港，我喜欢春天，因为我喜欢看到打雷。我喜欢玩滑板和踢足球。我最喜欢韩语课和体育课。我最喜欢吃生食和巧克力。再见。